中间方向的滚地球，投手接球，传二垒，再往一垒上，回接一个 double play。哦，这一棒咬中非常的三元，鱼柱炸裂 ，Sosa 锦上添花，打地球出手。二垒方向的滚地球收球，踩稳脚步传一垒，再见刺杀，中兄弟这场比赛史上一个精彩的逆转胜。这个球在左边方向，哇，正好过去啊，又是全垒打。在例行赛面对陈子豪两次啊，都没有让他打安打，但这个球打来蛮深远的，在右边方向，这个球有没有接到？裁判的手势是这是一支全垒打，那这支全垒打让中兄弟现在是取得4-3领先。这个球在三垒侧的飞球遭到接杀，这场比赛也告一段落。中信兄弟两分差赢得了这场比赛。挤出来，布垒上的跑者走，高宇贤球传过来抓到了，快点凯没有能够成功。这球回棒落空，一垒跑者启动，结果被抓到了，变成一个 double play， 得保了，三振掉了陈宗宇，同时高宇杰把球送上二垒，抓到了陈胜平。这个球就运动化。手里手号里头，这个球又是 nice catch， 施展他拿手的科技扑。吴振华往后追，来到警戒区接杀出局，比赛结束。中信兄弟成为2024年中华职棒的总冠军。紧接着我们马上来颁发年度最佳总教练以及总冠军的奖杯。现在就让我们邀请平野惠一总教练以及冠军队成员一起上台。中信兄弟在今年的表现非常亮眼，在例行赛以3季70胜的成绩创下纪录，同时也闯入台湾大赛4胜1败，夺下了总冠军。而平野教练首次接手球队，也带领球队登顶，展现了卓越的管理能力以及指挥能力，荣获的年度最佳教练。紧接着，让我们来欢迎是中国信托娱乐股份有限公司，欢迎高英杰副董事长以及刘志威领队一同上台来分享荣耀，欢迎两位。中华职棒大联盟的蔡其昌会长来担任颁奖人，欢迎！欢迎会长来帮我们颁发2024年中华职棒年度总冠军奖杯，还有最佳教练。首先，我们先请平野教练往前一步。好，来，平野教练，乐乐帮我们翻译一下，请他帮我接一下奖杯。好的，再次恭喜平野教练成为了年度最佳总教练，谢谢。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的会长来帮我们颁发总冠军奖杯，我们邀请我们的队长威臣。哦，对，待会我们会请。好，那我们就先请平野教练来帮我们发表得奖感言。会場にお越しの、全ての皆様、本日は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今天莅臨会場的所有貴賓們、長官們、真的非常感謝大家。今年は、選手、監督、コーチだけで優勝したわけではありません。那今天能够拿到总冠军，今年能够拿到总冠军，其实并不是只靠选手、教练团、总教练，就是不是只靠这些人而已。ファンの皆様、応援団の皆様、チアの皆様、球団関係者の皆様、球団スタッフの皆様、本当に一つになって一丸となって協力し合って優勝できたと思います。はい。我们能够拿到总冠军，都是多亏了有所有的球迷，然后我们的应援团、我们的啦啦队、我们球团所有的相关人员，然后行政，那都是多亏了所有人都团结一心，我们今天才能够拿到总冠军。はい。で、今日受賞された選手の皆様、本当に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那今天也很恭喜，就是拿到奖项的所有球员们。今日出席して本当に良かったと思います。那今天他看到大家都可以成功，真的是觉得太好了。皆様本当に感謝の気持ち、それが本当に伝わりました。那大家的对于就是支持自己人的感谢的心情，他也非常能够体会得到。
私たちのチームもね、これから来年も、感謝の気持ちを持って、もっともっと強いチームを目指して頑張りたいと思います。本日は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那中信兄弟明年也会继续保持着感恩的心，然后要一样变得目标是要变得更强。那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好，再次谢谢平野会一总教练拿下了年度最佳总教练。刚刚会长也非常贴心的让平野教练先致辞，紧接着我们就要请我们中华职棒大联盟会长蔡其章会长来颁发冠军奖杯给我们的队长王威成。兄弟们天生斗志就是高昂，再次恭喜中信兄弟队拿下了2024中华职棒总冠军，这是队史的第十座冠军，同时四年以来的第三座总冠军，掌声鼓励。好，也谢谢会长，也谢谢威臣，也谢谢会长，请回座休息。谢谢会长，请回座休息。好，那坤宇、阿坤呢，帮我拿下奖杯好不好？我们请会长代表全队来发表一下拿下冠军杯的感言。各位长官、媒体、球迷们，还有两位主持人，大家好。本来我是想要故意讲久一点，因为让他们享受一下现在站在台上的感觉啊。对，因为我们是冠军队。还是代表球员感谢古董，然后还有林队，还有董事长，还有所有中信的同事们，谢谢你们给我们的帮助，让我们顺利拿下总冠军。然后还有球迷们，不错哦，破纪录耶，谢谢你们。然后我想要跟我身后的这群人说声感谢，然后你们都长大了。回想起那一天封王，我心中还是满是感动。因为不容易啊，非常感谢他们。我们非常团结，也持续的沟通，所以我们有强大的力量，也因为这一股强大的力量造就了2024年中信兄弟总冠军。谢谢。谢谢威臣，我们接下来要请工作人员协助把冠军锦旗拿上台，也请队职员一起展开，向大家展示中信兄弟成为2024年中华职棒的总冠军，是不是请球迷来点热烈掌声。对，是中信兄弟队史的第十座总冠军奖杯，同时也是四年以来的第三座。再次用热情的掌声恭喜中信兄弟队，谢谢。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再回来。那我们也请教练选手，那么另外副董事长威哥，好，请回座休息，谢谢。我是君君，请大家记得订阅中信兄弟官方 YouTube 频道以及 Twitch 频道，还有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兄弟你来说。